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联赛粤组第五轮赛事。今日嘅辩题系甲方发展元宇宙是人类之福，粤方发展元宇宙是人类之祸。对赛双方为甲方蓝田圣保禄中学。对粤方加密柏宇中学。依家我会介绍双方辩员，甲方主辩李子莹。第一副辩陈雅颖。第二副辩邝晓莹。结辩严咏贤。粤方主辩欧阳咏添。第一副辩陈卓贤。第二副辩刘咏仪。结辩梁佩如。我哋好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嘅赛事评分，佢哋分别系崇真书院粤语辩论队总顾问罗思华老师、拔萃南书院中文辩论队前队长陈学培先生、保良局赛计友学校辩论队助教朱家焕先生。本场比赛分为主辩、台上发问、一副、二副、台下发问及结辩六个环节，发言时间是4:33:4。反方主辩完成发言后，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机会。台上发问完成后，正方一副接续发言。跟住反方二副完成发言后，会进行台下发问环节。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台下发问完成之后，会进入结辩环节。除咗台上发问同埋台下发问环节之外，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有30秒一叮提示，叮。够钟会有两叮提示，叮叮，超时15秒就会连叮几下，叮叮叮叮叮。因为避免我把声咧会俾呢个叠声，所以嘅效果影响啦。咁所以我喺叮嘅同时咧都会举牌嘅。咁请辩论员自行留意屏幕啦，睇下我举咗边张牌咧，去睇我叮到几多下嘅。详细嘅赛规已经发布咗俾各参赛学校，请问双方有冇问题？如果冇嘅话，依家先请甲方主辩发言，你有4分钟发言时间。唔好意思，有少少细声。唔好意思，我哋冇开麦系咪？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先。有开，有开，你讲。喂，你好，你好。系听到听到，系唔好意思，系我哋要申报外语。系咁申报系咪 chat room 度打翻要申报嘅外语？你喺 chat room 度打翻俾我，跟住可能我要征询在场评判嘅意见，睇下系咪可以。好，唔该唔该。佢哋申报嘅外语系5G，咁啊，三位评判有冇问题？冇问题。好，咁依家请甲方。仲有。第二个要申报嘅外语系 LVMH。哦，好啊。跟住系Meta。同埋 Twitter。粤方可唔可以剩低嗰啲你自己读？系 Roblox。应该仲有一个名系咪要申报啊 ？Roblox 啊 ，Roblox。系。系，跟住蓝绿都有两个字系想申报翻嘅。唔止两个，仲有其因为咁啊，主席，你整理完甲乙双方要申报嘅字词，跟住 send 俾我哋好唔好？咁我哋再同你嘅讲，即系若然有边一个我哋觉得唔可以嘅，我就同你讲边个词唔可以。可以，我而家抄一抄俾你。
我已经公开了 send 了啲要申报的英文在 chat box 度啦，三位评判要麻烦睇一睇。我全部冇问题，我都冇问题，冇问题，冇。仲有三隻字，系咪呢三隻都冇问题？冇啊，冇啊。好，咁依家去翻。我想问下 AI 会唔会应该要用翻人工智能啊？呢、這个系咪粤方提出要？系。另外那兩位評判覺得使唔使轉翻人工智能呢個字呢？最好啦，因為我哋用開噶嘛。咁就睇一睇粵方嘅同學，陣間就最好講翻人工智能。唔好意思，加拿大語中學負責老師應該唔係粵方嘅 AI， 係啊，呢扎字唔係我哋。咁甲方嘅南陸中學嘅同學可能就要。留意翻呢只字，可能评判会酌情扣俄语分咯。如果用 AI 嘅话，咁依家翻去发言环节，依家请甲方主辩可以开始发言，你有四分钟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丁。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元宇宙是一個由 AR 等多種技術組成的虛擬世界，繼而發展區塊鏈、加密貨幣、NFT、虛擬化身，令用家體驗層層式網絡等。因此，愛心節健康高級董事總經理 Safavi 指出，元宇宙有兩個功能：第一，用戶不受地域限制，如進行遠距社交。第二，利用區塊鏈令用戶可自行擁有數據，再配合加密技術保障個人資料。要衡量何為人類之福，就要視乎發展元宇宙能否解決現時網絡上技術缺陷，便利生活。而要論證人類之禍，有方要論證其弊處會凌駕利處，為人類帶來難以挽救的負面影響。我方贊成辯題，原因有二。第一，突破現實限制，為人類提供更多所需。現實生活受時間、空間、人手等限制，拖慢社會發展。先提工業，寶馬汽車貿易公司總裁劉志久指出，由於產品設計到生產程序複雜，各種產品研發周期由三年拉長至七年。然而，元宇宙可以統一檔案格式，軟件間可互相傳輸數據，在模擬工廠入面預測生產狀態，提高效率，更能促進各地創作者合作，最終令寶馬設計時長減少了三成，產品質素提升。再看醫療技術，現時醫生難以對其他地方的病患進行實地治療，錯失最佳的治療時機，但元宇宙可打破地理界限，例如印度醫生可利用 AR、VR 技術建立虛擬身份，為歐洲的病人進行生理及心理治療，打破醫療限制。至於日常娛樂，現有線上演唱會或網購等，比原有模式欠缺娛樂性。然而，台灣元宇宙演唱會平台總經理林俊吳指出，元宇宙可做到擬真感，為用戶帶來沉浸式體驗，滿足人類娛樂。第二，建設理想網絡環境。現時社會奉行中心化模式，用戶要將數據擁有權交予第三方機構，但中心化除資訊流通速度慢、手續成本高的缺點，私隱安全才是最大的隱患。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教授宋王志都說，因透明度不足，用戶無法得知數據用途去向，令黑客有機可乘。小至上年臉書伺服器超過5億用戶被曝光，大至16年黑客向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網絡發出欺詐性指令。即使早前銀行已經留意到有保安漏洞，基於管理層的決策失誤，直接令黑客在孟加拉的銀行帳戶非法轉走超過1億美元。
而在利用区块链技术主打去中心化的元宇宙，大家不用依赖第三方运作，公开透明，杜绝被改记录的风险。就算有黑客攻击，依然好像16年的以太坊加密货币集体投票决定要不要恢复攻击前的时间点，避免第三方独大，令所有用户都有发言权，保障人类权益。为什么不是发展元宇宙试行去中心化，才可令人类重拾掌控权，避免以上的悲剧呢？多谢各位。现在由月芳主辩发言，你有四分钟发言时间。可以。大家好，要了解发展元宇宙对人类是福是祸，我方必须要厘清元宇宙是什么，发展方向是什么，最终目标又是什么。可惜有方同学开辩的时候将元宇宙的定义讲得不清不楚。事实上元宇宙一词源自于90年代初一本科幻小说，形容于一个平衡于现实的网络世界。 Meta 董事长朱克伯格近两年要打造一个能够彻底改变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元宇宙世界。事实上不论是腾讯行政总裁马化腾定是元宇宙概念公司 Roblox 的创始人都指出，发展元宇宙最终是要致力帮用家沉浸其中，令到元宇宙成为人类生活的主体。故此今天要审视元宇宙对人类的祸福，我们不单止要考虑普通的经济因素，也要衡量当元宇宙普及度更广阔，技术更深入各个范畴，人类对它的依赖性越提高的时候，元宇宙对人类社会和心灵本质带来什么影响。我方认为发展元宇宙对人类是祸，原因有二。第一，模糊道德，社会文明倒退。有方讲到种种发展元宇宙带来的好处，但又有没有计算过在利益背后社会要付上多少的代价呢？事实上人类体验元宇宙用的是匿名数码身份，想做什么都得，正正就是元宇宙吸引之处。但有方有没有想过，在元宇宙里面用家可以摆脱真实身份和物理空间的约束？没有规范，没有道德，没有制裁，道德伦理真空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指出，人类如果缺少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就只会知道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现时虚拟世界已经接连而三出现性侵事件，有方怎样确保人类的道德标准不会被降低呢？新奥尔良杜兰大学的虚拟现实伦理学专家马达利都指出，虚拟世界的扩展可以带来人类实现实的变化，令到虚拟自我和现实自我逐步融合，重塑我们的真实身份，进而影响我们的道德价值。元宇宙入面都是有血有肉的真人，允许在开放的元宇宙世界做出错误的行为，不单止会影响虚拟世界社区的氛围，还会适得其反。第二，现实落差，心灵更加脆弱。人禽之别是在于心灵层面的需要，故此我们考虑是祸是福的时候，不单止要考虑所说的便利，而是要考虑对人类心灵造成的影响。元宇宙令人天马行空，弥补现实的各种限制。美国布莱恩特大学副教授赵善谦指出，虚拟世界令到人类享受到日常中没办法享受的东西，但是当人类回到现实世界，就必然要面对各种没办法控制的因素，包括工作压力、家庭问题、感情困扰。当人类习惯了虚拟世界带来所有美好虚幻的时候，又怎样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呢？美国媒体理论学家罗西夫指出，元宇宙不单止是虚拟实境，而是一点一点地连接真实的空间，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沉浸地完全涵盖现实世界的一切。在现实世界的大输家可以在元宇宙摇身一变成为大赢家，一个有肢体残障的人在元宇宙都能成为一个健全的人。表面上就看似填补了他心灵的缺陷，令到更加便利，但当回到现实发现一切都是一场梦，残障仍在，嘲讽仍在，限制仍在，心灵伤害只会更大。
元宇宙发展得越嚟越美好，身份越美好，能力越大，回到现实嘅落差感只会更大，令到人类嘅心灵脆弱不堪，更趋寂寞。有方系咪认为令到人们一世都匿埋喺元宇宙入边逃避现实，对人类就系福咧？多谢各位。跟住系台上发问嘅环节，先由甲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员向反方向粤方主辩提问，发言时间一分钟。准备一分钟，主辩回答一分钟，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之后由粤方台上任何位辩员向正方向甲方主辩提问，发言时间同上，双方有两各有一次向对方提问和回答一次的机会，跟着就会回到甲方一副环节，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没问题。请评判注意，在填写台上发问分数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填写次序，特别是粤方分子，第一格 是回答分数，第二格才是发问分数。我现在先请甲方自由派出位辩员作台上发问，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叮，我们看到现在元宇宙可以大幅缩短治疗所需的时间，在元宇宙里做心理诊治更加可以打破医患关系的文化障碍，减低患者对就医的抗拒感，更加可以节省不少医疗人力和时间资源，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在假以时日里元宇宙的医疗环境将会变成社会里不可或缺的组织，就连信息技术和疫情流外的公司艾森哲都说过，元宇宙有重构传统医疗保健服务的巨大潜力，有超过 80% 的医疗相关人士他们都会对元宇宙的保健行业产生积极的影响。我想问友方同学，究竟在元宇宙里面怎么才是人类之祸呢？现在有一分钟准备时间。叮叮，准备时间结束，请粤方主辩答辩。可以。叮。大家好，首先多谢友方同学的提问。友方同学同我们讲远程手术的例子，但事实上中国已经有 5G 技术可以做到远程手术。我想问元宇宙的 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可以见到友方同学根本对元宇宙的定义是不清不楚。香港科技大学元宇宙与计算创意中心研究主任徐斌就指出，元宇宙是一个超现实的全虚拟实境，目的就是要令到用户难以区别数码和真实，继而成为生活主体。今日有方完全讲的带来便利，其实目的都是辅助现实，和元宇宙根本就是两样东西，完全的中心都不同。想问有方，请有方同学在接下来的辩论中解释清楚究竟元宇宙的定义是什么。多谢。现在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丁。丁丁，准备时间结束，请甲方主辩答辩。准备时间结束。不好意思，想问一下，而家唔系粤方发问咩？哦，诶，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诶，请粤方作出台下发问，台上发问。是麦是麦，听得清楚。可以，丁。嗱，有方一直都强调啦，粤语就可以俾用户唔受限制咁样做任何嘢，就讲到粤语就系去中心化啦、透明度高啦，可以保障用户私隐。但咁样嘅话，就代表用户可以唔受规限咁做任何嘢。想问有方，你点样确保啲用户系唔会做啲不道德嘅行为、犯法嘅行为、性骚扰等等嘅行为咧？多谢各位。依家有一分钟时间准备。丁丁，准备时间结束，请甲方主辩答辩。各位大家好，有方话去中心。等一等，你讲咗可以，我先会丁。sorry， 可以。丁。各位大家好，有方话去中心化就等于冇监管，但叶柏飞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说表示中心化就不代表沒有監管，兩者是沒有衝突的，區塊鏈技術從來都不排斥監管，監管機構可以很方便地去任何一個區塊鏈網絡，由於區塊鏈的公開透明特性，監管機構是可以很方便地監控整個系統的交易數據，而且由區塊鏈防刪改的特性，交易一旦發生之後就不可以更改，不可以刪除，所以數據造假蒙蔽監管的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反而更有利於監管機構對市場作出有效的監管。但是這種的監管機構是機制是去中心化。雙方請留意，我講一丁的時候是還有15秒的時間。台上發問環節結束，現在輪到甲方的第一副辯。是咪是咪？请问听唔听得清楚？听清楚，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丁。主席、庭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嚟到一副，我发现有方并冇回答到我方主辩嘅问题，咁系咪因为你哋答唔出咧？我哋主辩啱啱都话咗，其实去中心化唔等于冇监管，反而系因为去中心化，所有的監管規則都是事先寫在智能合約裡面，即使是監管方無法任意更改，所以這個呢是去中心化是依然可以監管的，兩者並無衝突。有方又說了，這樣呢元宇宙的人會沉浸在元宇宙裡面無法抽離，
但係咁樣講好以偏概全，不如有方論證下有幾多人真係會咁做？唔通因為一小部分人就放棄發展可以惠及全人類嘅嘢？況且沉迷元宇宙已經嚴重到可以稱得上係人類之禍啦咩？有方啱啱都有提到，元宇宙而家冇法律約束，會有好多道德嘅問題，例如性騷擾案。我方承認元宇宙一開始的確係有呢個情況出現，但係係因為元宇宙嗰陣啱啱起步，而家已經有咗解決方案。之前係因為冇法律，所以先出事。所以主編都同你講咗，而家見到有呢個問題，好多公司都有陸續已定。都有擬定法例 ，Meta 等等嘅公司都陸續揾方法解決。喺 Penta 同埋 Beta 用戶嘅案例中 ，Meta 推出咗一個名為 Personal Boundary of Horizon Worlds 嘅解決方案。呢個功能喺博客文章中宣布，可防止他人進入你頭像嘅個人空間，更容易避免不必要嘅互動。所以你嘅擔心已經被解決。咁而家想問下友方有冇修改法例之後嘅例子？在座各位，元宇宙發展涉獵多重範圍，例如有關人類患病生死的醫療，以切除惡性腫瘤手術為例，醫生切得不好會影響患者康復，但在現實世界中，不是每間醫院都可以無時無刻提供到場地和人體給醫生進行腫瘤手術訓練，培育門檻變相高企。而在採用混合實境技術的元宇宙，場地和人體變相無限，醫生有更多的機會在做手術前給人體做人體模擬，恆常訓練亦可。還有虛擬影像，直接觀察到患者身體、血管、細胞結構和腫瘤組織，令醫生更加了解患者狀況。經過多次訓練和術前模擬，醫生對手術更為熟悉，提高切除腫瘤精準度，大大提高患者康復機率。假如不發展元宇宙，醫療發展將難以得到突破。有方是不是樂見醫生無法拯救更多患者於病痛苦海呢？多謝各位。跟住輪到月方第一副面。可以。叮。大家好，嚟到一副嘅位置，可以见到友方对元宇宙嘅定义本身其实都有唔少误解啦。首先系友方今日咧，系咁同我哋讲元宇宙可以做到啲咩？可以医疗啊，可以开演唱会，其实都系辅助紧现实嘅活动，而唔系要令人沉浸其中啊。友方今日就理解错咗元宇宙。我方主编已经讲过啦，元宇宙之所以系一个宇宙啊，就系因为佢要成为我哋嘅生活中心，一个同现实平衡嘅虚拟世界。发展元宇宙嘅 Meta 公司董事长朱克伯格已经话，元宇宙可以改变我哋嘅生活工作面貌。之外，美國銀行的報告亦都話，元宇宙係會涵蓋工作同娛樂、休閒啊，各種各樣嘅產業同市場啊，就令到佢成為我哋生活嘅主體。有方對元宇宙嘅定義究竟係啲咩咧？如果有方連元宇宙都唔知係咩嘅話，佢又點樣去整立辯題呢？然之後啊，有方其實今日咧，佢對啲元宇宙會對人類造成嘅影響咧，其實都有好多嘅誤解噶。有方就認為第一，有方可認為元宇宙其實可以打破到地域嘅限制啊，就好似呢個元宇宙入面做醫療啦，就可以更加方便。但係問題係，我方主編啱啱都講過，而家已經有5G 嘅遙距手術，完全做到曬有方所講嘅嘢啦。元宇宙入面做醫療，最多只會令醫療呢樣嘢方便啲。好體驗好啲，究竟佢對人類嘅福究竟有幾多咧？足以令到有方我哋，足以令我有方忽視種種嘅禍害，指出元宇宙係一人類之福咧？請有方二副一一論證啊！仲有第二，有方就話元宇宙咧係會侵犯，元宇宙咧就可以令保障個人嘅私隱啦。但你要記住，元宇宙其實而家嘅發展都有好多嘅大公司嚟主導，好似 Meta 啦、微軟呢啲公司啦，佢哋喺之前喺私隱上面已經係劣跡斑斑嘅啦。佢哋為然之後，元宇宙仲係有沉浸感，沉浸感即係代表公嗰啲大公司就獲出嚟更多嘅數據嚟提供更好嘅感受啦，這個就代表住嗰啲大公司會得到比以往更多嘅資料。想問一下，點解元宇宙反而係保障私隱呢？第三，其實有方都認同我方㗎，承認元宇宙係會造成社會道德失衡，於是咧就想提出啲法則咧，嚟到避同埋監管咧，嚟到避免違反道德行為啦。但係有方自己其實有方已經講過，元宇宙一大特點係去中心化，即係拋棄以往嘅權威，令每個人都成為中心啊！縱觀現實啊，所有法律嘅立法同執行都係由權威嘅政府負責，喺元宇宙都唔例外啊！法例係會由一定要由某中心嘅
而家由某中心嘅機構立定先至可以，先至有成效。咁我想問係有方，你而家係咪喺度自我矛盾咧？自我矛盾咧？法規 ，OK。在座各位，元宇宙嘅一大特點就係去中心化啦，同埋自由自在。但係正正就係呢種自由自在超越現實嘅環境，令每個人嘅虛擬宇宙入到元宇宙，令到各位嘅行為唔會再有顧忌，令佢哋會違反道德。因此今日嘅辯題，今日元宇宙對人類係禍。多謝大家。跟住輪到甲方嘅第二副辯發言。你有三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你未开麦？试麦试麦，请问听唔听到？听到，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叮。在各位大家好，首先我哋有翻有几个疑问啦。第一，有翻主编同我哋讲咧，冇一个发展元宇宙需要啦，甚至话咧而家嗰啲咩远程医疗5G 解决到，我想问下点样解决先？我哋今日靠嘅系要首先靠佢，甚至一啲心理治疗，我翻台上同你讲咗啦，喺靠入面建立喺入面建立一啲虚拟实境嘅个问虚拟实境嘅方法去帮佢脱离呢个障碍啊嘛。咁有翻同我你5G 点样解决呢啲问题咧？甚至有翻今日咧都有一个矛盾噶，你哋論點咧，全部前提都係基於做到最終嘅目標，就話咧會模糊道德。但宇宙其中一個目標都係發展一個完整嘅社會文明系統喎。咁樣到底模糊道德，到底模糊道德嘅最後，當你真係做到完整目標，模糊道德可能性有幾大咧？所以我哋不妨咧用三個辯題字眼出發分析辯題。第一，發展有方法咧，去中心化咧就等於一定冇監管啊，冇錯。最理想嘅咪就可以完全靠啲人自律咯。但自從出現咗咁多事之後，正正令班團咧醒覺啦。原來咧亞太經合會企業諮詢委員會代成員林之晨都承認，最理想嘅去中心化咧係唔可行。所以喺一直元宇宙發展嘅進程入面，一直進行改進，務求咧喺有適當監管同埋用戶自由度之間取得平衡啊。甚至今日咧元宇宙去中心化社交媒體 Voice 都會進行監管，去禁止一啲色情、自殺等言論發布，但佢哋咧每次問用戶拎資料咧都需要授權，例子咪證明咗兩者從來冇衝突咯。所以有方唔好再問老師聽，我哋再睇下有方話咧有法律咧就管話同矛盾啦。但今日我方一副問咗你啦，加咗法律之後仲有冇發生呢啲事？有方答唔到，甚至自由度有冇下降到咧，都冇例子證明。我哋睇翻你之前所講嘅所有案例咧，全部都係未有法律之前發生。我見到而家隨住一路發展，例如英國咧頒布咗一啲網絡安全法之後，都未再出現咗相似案件，咪正正就成效彰顯咯。而家咪做正正做到大家想要嘅監管咯。所以我就再嚟睇第二個元宇宙。有方話咧，啲人咧會有現實嘅落差，甚至冇辦法抽離啊。有方有一副問你啊，有咩資料顯示元宇宙咧直接導致佢哋沉迷？有方答唔到，你都論證唔到呢個弊端咧係元宇宙帶出嚟。好簡單嘅邏輯啊，青少年沉迷遊戲唔等於遊戲係人類之禍噶嘛。甚至啊，今日有方話咩填補一啲現實限制，唔通我現實咧太窮冇辦法去咗一場旅行？我去元宇宙去一場旅行，睇一場演唱會，係會令到我有落差，甚至我哋情緒健康咧會被影響。現實翻到現實之後咧，甚至會做出一啲好極端嘅行為咧。佢即係歸根究底，其實即係啲人咧用使用不當。反而有方今日咧選擇性忽略曬元宇宙所帶嚟好處。所以我哋再睇第三個人類之福。在各位生存網絡時代，網絡作為一個最重要的平台，而家就因為處處規限，冇辦法自由活動，甚至要擔心自己資料會被外泄。原因正正係而家公司對平台內數據有絕對主宰權。換言之，社交媒體上多年嚟建立嘅相片、對話、社交網絡等，全部可以隨時被中心化平台刪除得一乾二淨，嚴重危害我哋嘅網絡安全。所以有科呢問題，而家你唔發展元宇宙，你諗住用咩科技解決咧？多謝各位。依家嚟到粵方第二副辯嘅發言。是咪，请问听唔听到？听到，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叮。
在座各位大家好，来到义父的位置，其实不难发现友方今天要发展元宇宙，目的都只是想辅助现实，但这个又是不是真的元宇宙的终极目标呢？今天我们方见到的是，友方今天忽略的是，就是我们人类的心灵，友方今天就不停在说什么元宇宙可以辅助现实，可以加快这个社会的发展，但友方今天忽略的就一直都是人类的心灵，友方今天没有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元宇宙里面会得到的喜悦，我们同现实的落差会有几大，所以友方所说元宇宙就是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一切我们真实人生做不到的都可以做到，而今天是不止我方说，是连人工智能科技企业执行长陈星为了警告元宇宙会逐步令现实世界消失，因为元宇宙会给我们美好假象，所以用家就会难以在虚拟世界里面抽离出来，最后更加可能出现元宇宙的精神障碍，即使真的抽离到也都极有可能会适应不到两个世界的庞大差异，回来这个现实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只会产生更大的空虚感和孤独感，当元宇宙对人类精神健康出现这么多隐患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好像友方所说的人类之福呢？友方要知道的是，我们在元宇宙得到的快乐就只是局限于那几个瞬间，带来的满足感在离开元宇宙的时候就会随之消退，过后要适应两个世界之间的落差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因为友方都懂得说了，元宇宙会给用家带来这个沉浸式体验。而今天友方第二个想发展元宇宙就说，因为元宇宙是一个理想网络，保障到私隐安全，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友方自己义父刚才都讲了，完美的去中心化是不可行的，想问友方今天又怎样保障到这个私隐呢？面书产品经理和数据前工程师豪根甚至公开指责，面书发展元宇宙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个人信息，侵犯个人私隐，从而成为网络垄断巨头，令用户上瘾难以自拔，想问友方你们究竟要怎样发展这个完美的私隐网络安全系统呢？友方之后都知道发展元宇宙是问题多多，于是就跟我方说元宇宙有规范的，有法律的，但很奇怪的，今天友方一开始说什么呢？就是元宇宙最大的特点是去中心化，人类在里面可以拥有充分的自由，但台上发问又矛盾，一二副又矛盾，又说元宇宙有规范，公司可以监管，有法律，所以友方究竟是的立场是怎样呢？其实去中心化说的是人类可以在元宇宙内拥有绝对的自由，又怎样跟规例并存呢？友方回应我方性侵问题，就说本身都是有这个问题，但现在已经有解决方法，想问友方解决方法是什么呢？你们的规例是怎样运行呢？是由谁来制定，由谁来执行，违反了有什么惩罚呢？友方今天是自己口说有规则大家都会遵守，但为什么今天友方是连一个细节都没有交代清楚呢？这个规限又要规限到哪一个地步呢？当然这些规范其实跟现实世界差不多的时候，元宇宙跟现实世界有什么分别呢？这个时候元宇宙对人类的吸引力又在哪里呢？友方要知道的是，今天元宇宙发展不是说是几个国家的人类的福祸，而是说全世界人类的福祸，所以我们不可以这么单单去片面去看，友方要想的是究竟是对我们心灵和对道德，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有什么影响，所以今天变题，所以今天元宇宙是、对人类来说。多谢各位。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环节，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辩员向粤方台上辩员提问，甲方无权指定回答者，粤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辩员回应。台下发问时间一分钟，台上准备一分钟，回答一分钟。所有时间结束前十五秒有一丁提示，之后由粤方 台下派出一位辩员向甲方台上提问，发言时间同上，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而两条台下发问可以由同一辩员提出。依家台下发问环节开始，请甲方先派出一位辩员作台下发问。是位，请问听得清唔清楚？清楚，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在各位大家好，友方打紧弊大于利嘅辩题，提出好多执行性问题，但我方已经俾晒解决方案，所以友方讲唔到呢啲可解决性嘅弊处，点样带嚟人类之祸？话啲人会入元宇宙躲避一世，但系睇翻先，元宇宙同现实世界嘅分别又在于佢哋冇地域限制。所以更方便醫生幫患者就診，就好像之前經歷過車禍之後癱瘓了的伊斯蘭卡患者失去運動能力，醫生和傷者透過 AR 或者 VR 的技術在元宇宙做探訪，不需要傷者動動親自去醫院，就連阿連由宇宙
醫院元宇宙醫院創辦人 Finbay Model 都同意嘅就診方式可以完全便利長期卧床患者嘅需求，難道唔通入到元宇宙醫病正視傷患，又係逃避現實咩？想問友方，如果冇元宇宙長期卧床患者，可以點樣透過唔喐動嘅方式停止發言？依家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叮叮，准备时间结束，请粤方派出一位辩员答辩。是咪是咪？听得清楚，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叮。在座各位大家好，嗱，友方啱先冇问清个题目，但系我方都答咗你先啦。嗱，友方今日咧一直都执迷不悟啦，就系咁问我方点解元宇宙带嚟嗰啲医疗嗰啲进步啊，嗰啲进步唔系人类之福，但系我方都已经答咗你好多次啦。呢啲嘢系而家科技都已经做到，我方强调咗好多次，中国依家有5G 远程手术，元宇宙。手術做到的事其實現在的科技都已經做到，那為什麼現在的科技已經做到的時候，為什麼我們又要發展元宇宙呢？為什麼友方今天一直說的是都只是幫現實、都是輔助現實發展，發展得更成熟更快捷，但是元宇宙今天是不是只是輔助呢？我方在主辯一副都已經很多次提過了，元宇宙是的終極目標是想成為生活的主體，是慢慢去取代這個人類生活，為什麼友方 一直都要对这个定义不清不楚呢？而当这个元宇宙发展下去的时候，是对人类心灵的道德价值都有损害的时候，为什么都要继续发展下去呢？多谢各位。现在请粤方派出一位辩员作台下发问。可以。叮。大家好，友方主辩成个第二点都话元宇宙系去中心化，即系冇中央公司管理，可以建设理想网络嘅环境，即系友方认为系冇中心化噶。但系当我方问到性骚扰案件嘅时候，一副咧又话诶会有 Meta 监管系有法律噶。呢、这个时候咧 ，Meta 咧就会变有一个中心噶啦。之后咧二副又话中心化冇可能，加法律就得。咁其实友方不断矛盾，所以请友方唔该再说明多次有中心化定冇中心化。如果有监管嘅话，第二点系点样成立呢？多谢各位。依家有一分钟准备时间。叮，叮叮，准备时间结束，请甲方派出一位辩员答辩。
试麦试麦，想问听得清唔清楚？听得清楚，准备好正讲可以。可以。叮。多谢有分同学提问啦，有分同学而家同我仲同我哋斟酌紧去中心化等于一定冇监管，但我分二副都同你讲咗例子啦，咁我分二副都同你讲咗啦，啲嘢发展落去一直会进步啊嘛，我哋今日见到啊，而家最理想嗰种去中心化做唔到，我做唔到咧，完全冇监管，所以我哋咪去改，我哋一直去改进咯，将呢个去中心化，甚至我哋都举咗例子话元宇宙嘅去中心化社交媒体 Voice 就系会进行监管，禁止一啲假消息而自杀等嘅言论去发布啊嘛，咁例子都证明咗啦，两者从来都冇矛盾冲突。兩者從來都冇矛盾衝突，甚至係而家呢個社會，你都有啲法律去約束你啦，係咪就代表我哋冇自由呢？根本兩者之間就可以取得一個平衡嘅時候，所以我哋見到有方目光咧好短視啊，淨係睇而家嘅問題，但係從來咧審個問題之後嘅又話咧，最終發展目標唔通一直發展只會停留不前，而唔係一直改進、一直吸收教訓去進步咩？多謝各位。依家请甲方派出一位辩员作第二条台下发问。是咪是咪，请问听得清唔清楚？清楚，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丁。各位大家好，有方话咧，依家嗰啲5G 技术等等咧已经有，但系咧就唔关粤语就事。咁明明我方主辩都已经同你讲咗啦，粤语就咧系包埋晒你所有讲嘅嗰啲技术，所以有方對於元宇宙的定義狹窄到得翻個空間，我方元宇宙嘅嗰啲已經令醫療方便啲，先係有保障嘅地處咧，有方又話即係輔助現實。咁但係問題現實就係冇啱啱我方所講嘅嗰啲地處，現實需要佢哋啊嘛。即係有方已經承認咗元宇宙咧，的確可以彌補到現實嘅不足，係人類之福。但有方就話咧，人喺元宇宙入面咧就可以隨意設置自己中意嘅模樣，入面有佢哋的確中意嘅嘢，就會沉浸虛幻，無法面對現實。但問題係有方自己都承認咗未來元宇宙喺現實現實。咁啲人喺入面好似依家咁样照常翻工，继续生产，又点解会失去个人意识咧？冇解释过，所以想问有方喺宇宙入面好似日常咁生活，系咪就系人类之祸？一定冇晒意识啦。依家有一分钟准备时间。叮叮，准备时间结束，请粤方派出一位辩员答辩。可以。丁，大家好，今日有方同学其实所有嘅利处都系建基于辅助现实上面，你所讲嘅手术啊等等，全部都系辅助现实。但系我方喺一副同埋二副都讲过，其实当而家现今技术嘅时候都可以取代到嘅时候，点解我哋唔可以专门发展技术，而系要发展一个完全系取代现实嘅虚拟世界咧？有方同学到而家都执迷不悟，都唔肯认清今日元宇宙嘅定义。根据香港科学大学元宇宙与计算创科中心嘅主任都讲啦，系要造成一个令到用户难以区别数码同真实，完全令到用户沉浸喺度嘅世界。今日有方同学自己衡量准则都讲话要。要睇弊處係咪凌駕於利處所度？當弊處嘅時候，係令到成個整體社會嘅心靈都退步，令到冇道德可言嘅時候，係咪要因為一啲可以輔助技術，我哋仲有取代方案，就要發展一個帶嚟好多弊處嘅元宇宙咧？多謝各位。家請粵方派出第二位辯員作第二條台下發問。
应该未学。可以。丁。大家好，友方今日成场第一点就系讲咗好多例子出嚟，咩医疗啊等等啦、啊。但系究竟呢一啲又系咪真系辩题所讲嘅元宇宙咧？事实上，充其量医疗呢一啲嘅例子，只系一班医生对住个荧幕同隔篱嘅医院进行连线，呢一啲只系5G 同埋 VR 嘅技术。咁究竟同元宇宙系有咩关系咧？其实呢啲根本就唔系元宇宙，咁又同你友方所讲嘅定义。嗱咩沉浸式體驗啊，成個人進入呢一個世界有咩嘢關係咧？多謝各位。依家有一分鐘準備時間。叮叮，准备时间结束，依家请甲方派出一位辩员答辩。可以，丁，潘全祥同你講緊話，而家單靠5G 或者其他技術都可以做到元宇宙嘅效果，但其實元宇宙涉及好多方面嘅嘢，就好似元宇宙醫療學係需要多項技術配合，例如今年二月份由 Lisa Cox 博士宣布推出嘅 ModiMix， 係以 NFT 為基礎嘅虛擬世界活動，讓虛擬訪客可以同病人相互互動，互相玩遊戲、參加虛擬活動同埋參觀畫廊，以達到心理治療嘅目的。呢一項技術改變咗人類喺精神崩潰期間尋求朋友、家人、同事或者醫療保健專業人士支持嘅方式。可以在元宇宙中進行這項技術，單憑友方所講的 5G 是怎樣做到？友方又一直說虛擬分身是會模糊到的，但其實這件事得元宇宙先有，那為什麼會模糊到呢？友方全場都說叮叮，時間結束，請停止發言。好，依家进入结辩环节，双方结辩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叮，叮叮，准备时间结束，依家先由粤方嘅结辩总结。试麦试麦，清楚，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叮，大家好，辩论嚟到尾声，元宇宙究竟带领人类迈向美好，定系令人类陷入危机呢？友方全场嗰度元宇宙有好多唔少嘅好处嘅，但我方问友方，友方所讲嘅好处究竟系元宇宙嘅独特性，定系现时已经做到呢？元宇宙系啲乜嘢？终极目标又系啲乜嘢呢？友方全场都冇交代清楚，麻烦友方结辩逐一解答。
总结全场，我们不妨从元宇宙和人类两个辩题的关键词语甚是有方提出的论据。第一个词语元宇宙，有方全场仿如置身元宇宙，忘记了现实，将元宇宙想得太美好。有方的宇宙可以打破时间，促进合作，提升质素，简单一点来讲就是辅助现实，而不是要人在里面生活在内，有方都承认的。其实有方今天所讲的好处呢，发展科技就已经做到，心理治疗、手术等等，发展虚拟实境、扩充实境等等就已经可以做到了。这两个元素是不一定要跟宇宙一起发展，所以如果我们在学校可以玩到这个虚拟眼镜，那我们学校是不是一个元宇宙呢？摆明就不是啦。其实不论是 Bobos 的创始人、美国媒体理论学家洛西夫斯都讲到，元宇宙的终极目标是要令人长期沉浸在里面，超越现实生活，而不是帮助辅助这么简单。要衡量是福定是祸，有方不可以说有好过无就是福，有方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有方今天又说，元宇宙是有区块链技术可以建设到网络的理想环境，但去到义父有方已经退晒了，最完美的去中心化是没可能的。那又怎样做到你所说的保障私隐呢？有方讲的论点已经站不住脚，已经开始瓦解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宇宙的法律规限根本就是跟宇宙的去中心化完全有矛盾，而且宇宙都没有任何一个监管机构可以做到监察和去追踪一些法律的错误的祸害。我们一举一动都会被监察，都会被利用，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波及全人类的祸害。再者有方就说，宇宙是有法律，这些根本就是跟这个去中心化 是自相矛盾，因为法律是要是等级制度，是权力，是秩序嘛，那去中心化就完全是对立了，更何况是要有人监管。我们现实生活中有警察、有海关、有廉政公署，但去中心化的元宇宙有没有类似的机关呢？是谁去监管呢？是科技公司还是政府呢？有方完全没有讲过，有方只是说改了法，但改了什么，改完之后做了什么呢，都没有交代清楚。假如真的有这些法律，用户又怎样不受限制地做他们想做的事，那又跟现实世界有什么分别呢？有方一定要交代清楚。第二个词语人类，有方今天不单止漠视元宇宙的问题，还将人类想得太高尚。要讨论元宇宙对人是福定是祸，我们是要视乎人是否可以接受到真实世界和元宇宙这个反差。元宇宙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自然就可以设计到比现实更加美好。有方说沉迷元宇宙不是人类之祸，根本就是大错特错，漠视现实。当我们长时间沉浸在元宇宙带给我们的优越感、虚荣感，回到现实生活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讨厌现实那个充满缺陷和不顺利的人生。而在虚拟世界有几满足，在元宇宙有几满足，现实世界里面就会有几空虚。美国科学家罗森伯格、人工智能研究科学家扎克曼、香港心理治疗主席林嘉良博士都一致忧虑，人类是会沉浸在元宇宙当中，无法自拔，减少在现实世界和其他人的互动，甚至转头在世界生活，导致现实的消失。其实有方都同意的，说宇宙是一个社会，要发展成一个社会，但今天只是跟我们讲辅助虚拟这些附在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产业，根本就不是讨论元宇宙的终极目的。而当我们人享受了这些无左右的优越生活，有多少个人肯愿意回到现实生活呢？当那些人都不肯脱离那个美好但是虚假的元宇宙，渐渐就会忘却了现实生活，导致现实世界越发堕落，再加上法律等等的规限，就会令人失去了道德意识，这个就是祸。多谢各位。最后由嘉芬结辩总结。请问听不听到？听到，准备好请讲可以。可以。叮。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说我们抽离不到现实世界，但看来有方太低估我们人类的适应能力。就好像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说，2020和2021年间，人类的生活就已经大规模向虚拟世界迁移，成为现实和数位的两栖物种。就好像我现在假期之后都这么空虚，那是不是不要在现实世界放假呢？有方说去中心化不好，既然人类提高私隐权都不是人类之福，
竟咩先至係咧？原來芝加哥大學會計系教授麥肯錫預期，去到2050年嘅時候，美國同歐洲將會有四分一人口超過65歲，咁人老咗上醫院嘅機率自然增加。但係根據世衛統計，到2030年，全球將會缺乏990萬名嘅醫護，加上直到現時癌症或者心血管疾病等比較嚴重同需要高科技技術治療嘅疾病，因為人類本身所擁有嘅限制，例如病患本身的行动问题，即管随着现在科技发展逐渐蓬勃，都不可以完全地解决到这些林林种种的问题。当现时网络所做的并不可以解决到这些限制的时候，元宇宙突破了地域限制，发展元宇宙的同时，医疗质素水平和技术都会随之提升，从而提升人类生活品质。元宇宙虽然被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原来元宇宙现在就已经在我们的身边，就如最近大热的 NFT 都是元宇宙的一部分，甚至用了未够3个月时间， NFT 交易平台 OpenSea 已经发展成为最大的去中心化 NFT 数位交易市场，涵盖了包括艺术、音乐、游戏等的广泛类别，为人类带来更多元化的生活。又例如新加坡歌手林俊杰都在 Decentraland 用美元大概12.3万买了3块虚拟土地搞演唱会，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投入元宇宙的研发。艾森哲创业事业部总裁贾俊都说，元宇宙未来会诞生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将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颠覆性的影响。那又何来问题呢？就同埋我哋睇下而家嘅互聯網啦，互聯網由1957年研發嘅時候，一開始啲人都係覺得互聯網即係無稽之談，亦受到唔少嘅限制，就好似像素太低或者傳輸速度受限。但係喺往後嘅日子入面，互聯網慢慢發展，直到而家可能由有線到無線，大哥大到智能電話，唔難發現原來所有現時發達嘅互聯網喺一開始都係喺一個未完善嘅體系出現。冇一樣嘢一開始就係天衣無縫，有缺點咧，我哋所做嘅係要填補漏洞。不過有方今日唔理3721，為反而反，甚至呢一啲就咁判一個仲喺發展初期嘅元宇宙死罪，對我方對發展元宇宙嘅人有公唔公平呢？雖然有方只是沉溺於意時的網絡世界，選擇了一個井底之蛙，杞人憂天。但是我方都希望在未来的元宇宙和游方相见，创造一个为人类更好的未来。多谢各位。比赛现在告一段落，大家请稍等。大题评判最佳辩论员需要额外评分，评判需要选出3位表现较佳的辩员，再分别给分，最佳一位得30分，次佳一位20，余下一位10分。咁依家进入评语环节，依家先请罗老师就双方嘅表现给一啲评语。请问大家听唔听到我讲？听到，听到。哦，系啊，系啊。可唔可以我下一位讲啊？因为咧，我仲喺度俾紧分，唔好意思啊，我一阵讲得唔得？哦，好好。咁依家先请朱家桓先生俾一啲意见。我都需要多少少时间，唔好意思啊。咁陈学培先生会唔会可以发表评语先咧？OK。好啦，咁大家听唔听到？听到，听到。好，咁先讲下，咁我就可能我都系习惯位对位咁讲啦。咁咧就先讲正主先啦。咁咧就第一个 point 就都好正路嘅，就系嗰啲嗰啲打破傳統框架咁樣啦，即係因為我評咗上一場啦，即係你 Porsche 個例子係同上一場完全一樣嘅。跟住但係咧，你今場其實全場好多主軸係喺個好 practical 實用性嗰度，你係打咗好多medical 嗰啲嘢啦。
咁樣而我覺得呢個係唔錯嘅，咁即係因為人哋都算係有備而嚟，但係我覺得你哋揾嘅料係喺呢個方面比對面多嘅，咁但係呢個之後再覆蓋啦。咁第一個 point 正路啦，第二個 point 咧就有少少問題嘅，就係在於咧你講話，即係佢有 blockchain 啦，咁你就唔使 rely on 第三方啦。咁跟住之後你就話好似咩之前以太幣試過俾人 hack， 跟住佢就唔知啲人一齊協商，跟住 restore 翻俾人 hack 之前嘅狀態啦。咁但係我諗緊嘅就係呢樣嘢係咪真係關 metaverse 事咧？咁即係因為我抽離 blockchain 呢個技術，我喺現實中我啲銀行用 blockchain， 或者我哋啲人改唔用傳統 banking 啦，我哋用真係用嗰啲 bitcoin 嗰啲交易咁樣，咁係咪就唔需要你喺元宇宙咧？即係覺得呢樣嘢係。即係我即係今日反方俾好多壓迫你嘅，就係話喂，你嗰啲係咪真係元宇宙啊？只不過輔助現實之餘，出嚟咁嘅嘢。咁我唔係太認同佢好多係攻擊嘅，但起碼呢一個位置我係覺得係你唔係太講到個 correlation 出嚟咯。即係點解 blockchain 就一定係等於元宇宙下邊嘅產物？點解唔可以單獨抽出嚟使用？或者係個感覺係，如果你 blockchain 單獨抽出嚟使用咗咧，就真係唔係元宇宙咯。即係點解我唔同意就係、是、你 VR 啊 AR 嗰啲？就算我單獨抽嚟，真係戴副眼鏡，跟住真係好似臨場做手術，我覺得呢個係 feels like 元宇宙咯。但係 blockchain 嘅 application 可以脱離呢個所謂虛擬嘅世界呢個框架。咁咧去到反主流嘅就係、是，咁就都係好正路啦。咁嘅就係、是、道德嗰度咧，咁就第一個性侵事件啦。咁你咧就都係你嘅主軸嚟，而第二個現實落差度咧。就同上一場比較就係咧，即係我覺得你嘅立論都咧，呢、這個就即係你就話哦，咁如果我喺嗰、那個即係太美好啦，那個虛擬世界喺現實中仲有好大落差啦，咁你就即係你個問題嘅推論就停留咗喺度咯。咁我就有好多嘅啦，即係比如説好似嘅懶惰好窮咁樣啦，咁我住劏房咁樣啦，咁係咪我就唔應該成世都唔應該去 station 咧？因為我住咗兩日豪華嘅酒店，跟住好似享受咗帝華生活，跟住第二日翻返去只係劏房咁啊，個人就會好頹咧。即係你就咁講話嗰一種落差會令個人嘅心靈好大衝擊，就即係我覺得係現實中就算 metaverse 太多呢啲嘢會帶嚟啲咁嘅問題啊。咁係咪代表嗰啲嘢所有嘢都係禍咧？即好似正方都有嘗試講咧，就係話我冇錢去旅行咁樣，咁我喺 metaverse 嗰度，跟住之後喺嗰個旅行，或者而家啦，我睇 YouTube， 我睇下啲日，我而家去唔去日本，睇下啲日本旅遊片去自嗨，會唔會睇完之後，跟住仲有落差，覺得啊，而家仲困住喺香港好慘咧？咁即係咪呢個就係個問題咧？咁可以點做得好啲咧？就係、是、你上一場你反方有啲推論嘅，就係佢講咗嘅，就係話。如果虛擬太美好，會令你忽視咗去改善現實中嘅自己咯。即係比如説嘅就係、是、喺現實中，我係一個黐肥200磅肥仔。咁正常你都會覺得嘅就係、是、喂做運動減肥啦。咁尤其是佢正方講咁多健康啲嘢，咁你唔減肥真係冇用嘅喎。咁你嘅心血管疾病嗰啲，咁但係如果有 metaverse 之後，佢就會喺嗰度逃避，或者喺入邊享受咗一個大隻佬咯。咁喺現實中佢就會你自己個 body 咯。即係呢啲嘅就係上一場反方有嘅推論，我會覺得係其實即係同你今日條 line 其實係 fit 咗，而可以立多啲呢啲咯。而咧，因為咧兩邊嘅嗰個叫咩啊台上發問環節，兩邊嘅答案都係俾得低分嘅。咁第一邊嘅就係反方嘅答個主要問題嘅就係、是。即係有啲唔係太，即係你其實你係十，你講咗我人哋講，即係講醫療你有備而來，你話唔知去做手術咯。但係你好多時候都即係停留到，喂，中國已經做咗啦，跟住你就完咗。但係我覺得有啲可惜浪費，你應該講多啲喂點做啊咁樣，錯下啲時間咁，而唔係一句完咗，跟住你就落去另一樣嘢。而正方答嘅嗰個問題咧係再大啲嘅，就係、是、反方問嗰啲咧，即係佢講一啲安全嗰啲問題，在於講嗰啲。犯法啊，即係侵害你人身安全、性侵嗰啲嘢啦。跟住正方講咧就係話咩有 blockchain 啦，所以嗰啲交易就好透明啊，會 trace 到呢啲完全係 financial 嘅嘢上邊啦。即係呢個係完全唔對嘴嘅，即係呢個即係唔可以就咁扣帽子聽到安全咧，你就攞你本身安全嗰嚿 report 咯。因為佢講嘅安全係兩樣唔同嘅安全嚟。咁跟住之後咧。就到正一啦，正一我覺得今日係打得幾好嘅，喺我張分子我係比較 best 嘅。咁但係一開始有個小問題啦，就係、是、你正一可以平台話喂有方同學，你冇答我主辯嘅問題喎，你咪唔敢答啊？但你講呢句嘅時候，我唔知道你 refer 緊邊條咯，即係你話我啊，即係你喺度鬧佢哋冇答咯，但我完全唔知道
佢冇答嗰條係講邊條，唔答係咩原因，有啲咩 implication， 而你都冇再講嘅係邊一條咯。咁就呢個少少 out， 但之後咧兩即係你兩個大 point 我都打得 OK 嘅。第一個就係法律嗰個啦，係唔錯嘅，即係你講有 personal boundary 呢樣嘢啦。咁呢個就係即係上一場都係有好多法律 versus 監管之間嗰啲執行嗰啲比較啦。咁樣嘅就係、是、即係你講呢個 personal boundary 啦，即係我呢個係我冇，即係你冇乜討論太多，但諗緊就係如果即係元宇宙似一啲法律咧，會唔會即係因為元宇宙就係一個虛擬 construct 世界嘛？咁其實某程度上，你一啲 law 係即係嗰啲 law 你可以點講好咧？即係你個 personal boundary 咁樣係可能我 set 咗就係只有我 close friend 我 friend list 入邊啲人先至可以係 physically 掂我元宇宙入邊嗰個 avatar 個身體啦。咁呢樣嘢其實係你可以將佢 set 做唔係一個 regulation 咯，而係一個即係可以現實咗嘅物理法則咁樣。即係我撳個掣，如果唔係 friend list 嘅人係根本就技術上係某啲原因係佢根本掂唔到我嘅人嘅。咁 care 呢樣嘢都幾 safe， 但係無啦，即係呢樣嘢純粹帶出嚟俾大家討論下嘅。即係唔一定要係有一個即係法律啊，你衰咗之後先至去罰你啊，或者我同你講你咁衰咗咁樣咧，我你就要坐幾多年監啊，或者要罰幾多錢咁。即如果可唔可以，因為 metaverse 都有好多 possibility。如果你真係將佢變成一啲嗰個世界入邊嘅物理規矩嘅話，嚟 prevent 啲傷害上咧，最簡單係入邊人係唔會死嘅，即除非現實中你有死嘅話，咁呢啲係咪就會係一啲解決到人哋嗰啲安全嘅 concern 嘅嘢咧？咁即呢個都係 food for thought 啫。咁跟住第二個咧就係講咧。嗰、那個 VR AR 去 train 嗰啲醫生咁樣咧，咁我覺得呢個講得幾好嘅，即係因為咧人哋講咧就係話 5G 咧就可以做手術，所以就完全唔需要 medicine 啦。咁呢樣嘢咧我就唔係幾同意嘅。咁即係第一樣嘢就係咧 medicine 就唔係淨係得我做 surgery 嘅，咁即係有好咧更加重要，即係我 physical examination 咁啊。即係比如説嘅就係、是，即係醫生咧間唔中咧就會擺手指喺肚度都敲幾下咁樣啦。咁如果咧，響嘅話咧就代表冇問題啦，如果兜咗話就代表你個 liver 大咗咁樣啦，支出嚟咁嘅嘢。咁即係呢啲嘢係唔係就咁一個 robot 可以 replace 到？但如果有啲 metaverse 嗰類 VR 嘅嘢，我覺得係 replace 到。同埋即係你講嗰啲 doctors 嘅 training 係，即係我覺得係呢樣嘢係，即係佢打破咗嘅係嗰啲 patient 嘅 sample size 嘅呢個限制。即係其中一樣，即係啲人話讀 medicine 最即係點樣 train 個 doctor 咁難嘅就係咧，你可能你一個 patient 咧有一個好 rare case， 咁你就希望你嗰啲學生會識啦。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嗰個 patient 你係一個人嚟啊嘛，咁你冇理由二四七每日都揾啲人過去，跟住之後哦可唔可以撳下你個肚啊咁樣，咁好煩噶嘛。跟住第二嘢就係佢終有一日都會死啊嘛，咁就係咯。但係如果你可以保存到呢個 case， 跟住之後每一個 doctor 都可以，每一個或者 medicine student 啦都可以喺呢、这個 VR 或者 AR 入邊，可能真係撳一撳個個 abdominal aorta aneurysm 嘅話，咁即係呢啲係對個醫生嘅 training 好緊要咯。又或者即係好似你讀專科咁樣，即係平均係即係話讀六年咁樣啦。即係其中第一，除咗多嘢讀之外，更加重要就係可能喺 surgery 嘅科度，佢要 require 你可能每個醫生可能要累積夠可能200個鐘嘅手術嘅時數，你先至可以攞到個外科專科資格啦。咁你就係你要有 patient， 只要 patient 肯俾你 operate， 你先至可以咁做啊嘛。咁所以就係需要六年嘅時間咯。但係如果我有 VR 呢樣嘢係可以縮短啲，同埋我中意練幾多次都得咯。咁即係係咯，所以呢啲我就唔覺得係單純一個 5G 嘅技術就可以 replace 到。咁跟住之後就去到反一啦，嘅就係、是、都係咯，即係啱啱嘅就係、是、我就係講得嘅就係啱啱正方嗰啲嘢就係、是。嘅 rebut 都唔係好足咯，即係佢講咁多 VR AR， 可能佢訓練個醫生，但係你都係出嚟都係同我講話 5G 有個搖佢手術咁樣做到，咁就唔係太好咯。跟住之後咧就正義反義都冇乜特別啦，跟住就台下就跟住之後台下開始多個 big bug 嘅就係即係係咁講咧，就話佢全場講嘅都唔係一個真嘅 metaphor， 即係你講嘅就係話。要成為一個主體先至係，但係其實我唔係太知道，咁喺泛科嘅世界入邊到底即係點？即係要即係好似 Matrix 咁樣嘅就係、是，即係
我差不多二四輯都是在入面，即係現實中我就吊住啲營養液，跟住之後有個尿袋咁樣，我想屙，跟住個人就會自動屙咁樣，即係呢個先係 metaphors。咁我又覺得未需要去到咁極端，又即係甚至嘅就係、是，即係如果我翻工，我唔使再出門口啦，即係無論我係做醫生啦，定係我做可能服務業，我做 sales 咁我都可以就咁企喺屋企，跟住對住個 VR 設備，跟住就話哦，歡迎你今日嚟到呢度啊，跟住你有冇啲咩想買啊咁樣。即係我如果工作八個鐘咁樣，或者十個鐘咁樣，都係喺 Metaverse 入邊進行。咁即係呢啲喺你眼中係元宇宙咧，咁就我就希望反方可以俾到多啲咯。咁跟住咧就去到正結咧，就即係你提出咗 NFT 啦，咁就即係你全場冇講過，但係最尾再拉出嚟講啦。而呢個亦都有個問題咧，就係、是。即反而呢樣嘢我唔係太聽得出佢有幾福咯，即係你即其實而家 NFT 好多人都係鬧佢分錢嘅嘛，即係你講話好多公司做咁樣，但個原因係因為真係好多税可以呃到錢，但係佢對人類嘅 quality of life 有啲咩嘅提升咧，就我就唔係太清楚。咁我覺得呢度就即如果全場冇講過啦，咁就不如唔好喺反結突然間，喂正結咁突然間爆出嚟，咁我嘅評語就差唔多。多谢陈先生的评语，接下来邀请罗老师作今为今次的比赛做一啲分享。系咁咧，多谢晒头先位评判，因为佢应该系对宇宙认识，我冇咁认识啊。咁但系即系我都有听好多啲相关嘅新闻同埋资料嘅，咁所以咧，其实我都系就嗰啲有限嘅资料嘅，即系去理解呢样嘢啦。咁其實我覺得今天的政，即如果你講甲方咧，如果呢場比賽咧，其實即比起我頭先睇嗰場甲方咧，其實表現係好啲嘅。即尤其是其實喺幾有啲位置上做好啲，即例如你都諗咗個監管嘅問題啦，即點樣去監管咁樣咧。但我即覺得有一樣嘢，有兩個問題，我覺得即甲方一定要改善咯。第一就係你哋俾得嘅例子好少，即你淨係講醫療。我當然相信即係醫療是一個很重要的 part 嚟嘅，但係其實元宇宙唔等於係醫療嘛，即係有好多其他範疇噶嘛。咁你嗰啲其他嘅範疇上邊，佢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其實係改善啲人嘅生活嘅呢個嘅目標咧？咁呢樣嘢，我覺得其實即係我期待甲方係講多啲咯。咁就就可惜啲咯，即係覺得成場都係圍繞住嗰個遠端醫療嗰樣嘢去講。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其實你真係譬如係講到醫療嗰樣嘢嘅時候咧，其實係應該要講得再具體少少，就係點解元宇宙，即係話可能你建構一個叫虛擬嘅世界呢樣嘢，佢做嘅時候咧係比單純就咁連線做啲遠端嘅醫療其實係優勝。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其實係今日即係甲方嚟講係做得唔夠。即係你因為其實譬如係粵方其實都有反駁你啦。即係我用5G 網絡喎，夠快網速，咁我做嗰啲遠端醫療，甚至係我喺坐喺我醫生坐喺 office 入邊幫一個外國嘅人做手術都得㗎。咁係喺唔需要元宇宙，喺一個現有嘅技術底下都做呢樣嘢。即係可能就係靠一啲即係可能機械手臂啊、5G 網絡啊，你已經做呢個結果出嚟咯，係咪？咁所以你就一定要解釋俾佢聽，點解要有元宇宙存在？而呢樣嘢其實係令到嗰個嘅遠端醫療呢樣嘢係做得更好咧，係咪？咁呢樣嘢，我覺得其實喺甲方嘅角度入邊要講清楚啲啊，尤其是你要講多少真係喺元宇宙入邊發生咩事，咁我覺得都係好唔夠啊！即係你可能都係講話，其實就係喺呢個世界入邊咧，你就可以係睇到外國嘅病人啊，你突破嗰個地域上面嘅界限啊，即係佢聽到佢僅此。咁可唔可以多少真係攞翻個元宇宙嘅情景出嚟去講咧？呢樣嘢我覺得其實喺甲方嚟講係可以再做得好少少。好啦，咁我再講下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甲方咧今日都會嘗試係去講好多嘅即係 point 啦，例如話有啲係講私隱啊、提升私隱啊、講 NFT 啊嗰樣嘢啊。咁嗱，對於我理解嚟講咧，其實就係、是、如果你保障私隱啦，即係區塊鏈嗰個技術啦。其實而家 Bitcoin 都用緊呢樣嘢，係嘛？咁NFT 而家都係一個新興嘅一個嘅產業啦。咁但係我似乎睇唔到
就是这两样东西其实跟那个元宇宙的关系在哪里，即可能就是你讲的如果在一个元宇宙来讲，就可能你即是整一个美术馆是吧，整个 gallery 是去 show 一些 NFT 的东西出来，是更加真实地去看到的，是吧，用一个 VR 眼镜是吧，那你去看真实地看到那幅画是怎样，是吧，甚至连质感都看埋的，是吧，比起你就咁用个电即系用个电脑个屏幕嚟睇咧，就会真实好多，系嘛？咁你可能你咁讲嘅时候咧，咁哦，我就会觉得啊，系、哦，其实就真系元宇宙可以做到嘅嘢多啲，系嘛？即系而家你就咁上网去做到嘅，其实可能系有限，系嘛？又或者哦，你去到身临其境嘅，好似即系日本有啲而家有啲叫做虚拟嘅博物馆都系咁嘅。即是戴一副眼镜的隔离有些东西飞来飞去的，即那都可能是艺术品的一部分。那这个的确确是你要在那个虚拟实境的世界里面呢，你才能够感受到那样东西。啊、即是它有一些某些表达方法是你要在那个虚拟实境的世界里面你才可以感受得到。即是你这样去讲得到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呢就是它真的会跟那个就这样上网去看一些东西、啊、就会是不同咯。啊，咁呢樣嘢，我覺得甲方其實可以做嘅多少少嘅，啊，咁啊，如果就好容易俾人哋攻擊話，誒、哎，你到底係咪真係講緊呢個宇宙㗎？咁樣，好啦，我再講下乙方啦。嗱、啊，咁頭先其實評判我真係好多謝佢，因為佢講咗啲即係我都好想講嘅 point 出嚟嘅，就係、是、即係其實乙方咧，其實咧就雖然喺今日嚟講咧，即係嗱，我欣賞你哋嘅辯技，我真係欣賞你哋辯技。但是那個問題是、我覺得、你們有些 point 說得太過極端了，即例如說、沉浸是否等於完全取代呢，其實我覺得有個問題就是你們今天呢在很多的論點上面呢，你都會是有一個這樣的取態，就是要是不用要是就取代咯，是吧，要是就用完要是就完全不用，是吧，就是這樣，是吧，你去到後邊嗰度監管都係㗎，你一係自由，一係完全唔自由咯，係嘛？即係你都係咁嘅取態。但係其實會唔會有好多情況底下係一個即係中間嗰個嘅部分咧？啊，即係或者你其實沉浸或者取代其實係定係應該係完全冇任何取代，到去完全取代，其實中間係有一個 range 喺度㗎，係嘛？即係中間有一個嘅程度之分啦，係嘛？即係可能係。取代一部分是吧，但是就不是全部取代晒是吧，啊咁取代得多可能就有啲问题啦，咁讲会好啲呢，即因为其实问题就係你哋好多情况底下呢，就係即或者你哋嗰啲 point 都係有呢样嘅建构出嚟啦，就係、是、好似讲到话呢，直情係啲人呢係完全就会搬咗去个虚拟世界面住。咁但係个问题就係佢好现实地佢真係瞓到咗喺张床度个伤残人士。咁呢樣嘢佢自己都理解嘅，即係佢冇可能就話，喂，即係真係佢會完全想像自己喺嗰個世界入面，係難嘅，係難嘅。佢呢個技術係完全做唔到呢樣嘢，而家唔係 Matrix 啊，真係。咁所以咧，其實咧就我諗你唔需要去到話，即係啊，即係講到好似話，哇！你去即係去咗個現實世，去咗個虛幻世界啦。佢哋現實世界嚟講，我就唔存在啦，係嘛？甚至你講到後邊嘅時候有一個變形，話係好似即係喺現實個世界入邊消失咗咁樣，係啊，即係講到咁嘅地步，咁我就覺得有啲過咗火啦，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到底係咪監管少少就等於完全唔自由咧？咁呢個位上面咧，我覺得即係乙方都係可以諗一諗。其實監管咧係可以有，咁但係即係佢只要可能比起現實世界佢係自由啲，或者佢嘅自由程度比較高啲，咁其實都能夠發揮到一部分元宇宙佢嗰個嘅作用喎，係咪？咁又或者佢其實佢係 free 啊，係咪代表佢完全唔可以有任何規則咧？咁亦都唔係一定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乙方咧就係諗呢個問題、就是，就係即係其實唔好咁極端咯，即係佢可能係即係你反而係應該要從嗰個角度去講，到底問人哋到底係監管到咩程度啊？具體少少問佢就係到底係監管到咩程度？從嗰啲更加具體少少去講，唔好好似有一講話係監管，即刻就覺得好似係冇自由
啊，完全抵觸曬嗰個原本嗰個去中心，即、就、係、是、去中心化嗰個理念背後嗰個嘅嗰個諗法啊，即係未必一定係咁嘅啊，即係呢樣嘢，我覺得粵方咧係可以留意少少嘅啊。咁所以咧導致咧就係、是、其實粵方咧今日咧就嗱、你其實咧咁講嘅，你哋嗰啲廣告咧或者你哋啲內容咧，其實咧寫論文都得嘅。即係其實有啲哲學化嘅，佢、幾能夠幾 inspirational 嚇、有啲啟發性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如果你喺場辯論比賽入邊咧，調翻轉頭咧，其實你呢啲咁哲學嘅嘢咧，係咪即係真係咁適宜喺度打咧？或者完全係 depends on 啲嘢，會唔會都講多少少實在少少嘅嘢？即係例如話我講你就講你嗰個落差嗰個問題啦。咁佢落差咗啦，好 OK， 佢落差咗，咁佢會有咩行為？係嘛？佢係咪會有抑鬱症？即係嗱，呢啲你反而調翻轉頭要講一句具體少少，就唔好所以話哦，佢有落差啦，係嘛？咁佢道德上面有問題啦，咁佢個後果係乜嘢先？你落到去現實世界入邊嗰個後果係乜嘢？咁你要講得清楚少少，咁我哋先知道咧。哦，即係可以睇得計，可以計到數喎。啊、哎，係喎，原來多人會。可能有啲反社會嘅行為喎，係嘛？有啲多人係會有抑鬱症喎，係嘛？咁政府負擔嘅錢又會多咗喎，即係呢啲我哋計得到數嘅嘢，我哋可以去衡量翻到底其實係福定係禍咯，咁樣就唔係純粹即係從一個哲學嘅層面係諗呢個問題，或者係即係一個咁比較虛嘅角度嚟去分析咯。OK， 咁我少少意見，好 ，OK， 多謝曬各位，唔該曬羅老師。最后请朱家桓先生就呢场赛事做一啲分享。好，咁辛苦嗰双方嘅同学啦。咁都睇得出同学可能都比较新啦。咁表现上嚟都有少少慌张。咁我会话其实即系之后若然即系打其他比赛又或者联赛都好啦。咁可能系啲自己执便卡嘅嗰啲排序啊等等嗰啲方面咧，同埋自己要讲乜啊都可能要抹低。咁样如果唔系嘅咧，即系有唔少辩员都会出现讲到中间咁开始啦啦咳咳啊，唔好记得自己讲咩情况，咁样就会好打乱自己个节奏，咁表现出嚟就冇咁好嘅。咁好啦，咁我讲翻双方主线上嘅嘢先啦。咁我简单讲一讲我对于双方主线嘅评价，就系我觉得甲方嘅主线相对嚟讲系比较弱，但系推论嚟讲系比较足嘅。个原因系首先我对于福等于弥补缺陷咁简单呢件事有啲质疑嘅，虽然粤方冇挑战到，咁我就完全冇质疑你呢件事噶啦，即系喺分子上面我唔会质疑你呢件事啦，但我自己系有啲疑问，系咪弥补缺陷就可以变成福嘅？咁而其次咧，你设嘅嗰个福，即系突破现实限制咧，设出嚟咧其实好大，但系去到后面就变咗一个纯医疗 point。当然你医疗 point 捉到一个地步，我内容比你高分，但系我对于你主线有啲奇怪嘅系。其实你是不是只是想讲医疗呢？那对于粤方，那我觉得就是相反了。那主线来讲自己 set 的时候呢，是 set 得自己打得舒服一点，但是推论来讲就少一点。那正如刚才评判所讲，其实你都有少哲学的东西啦，你很多时候你中间的思考的过程你 skip 了，就会很多时候例如 by definition 它要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By definition， 佢要發展到呢個地步，但係點解實際上真係會咁樣？你唔解釋嘅話，你一直 by definition 嘅話，我好難去認同去俾啲內容分你。好，咁呢一個就係我對於雙方主線上嘅評價啦。咁而我今次嘅分子上面，你都可以睇得出，其實我嘅評分係覺得雙方係比較膠着嘅原因係，我覺得有好多嘅位置，大家都喺啲泥沼裏面，其實冇乜新嘢出過嘅。例如，首先，甲方開咗個戰場去中心化啦，咁之後，粵方就會質疑，哦，咁你點搞啊？咁你衝突過，跟住甲方就話，啊，我會 balance 嘅。咁粵方就話衝突嘅喎，你點搞？一直喺度 loop， 直至到去到好後場，先有人真係問一啲執行上嘅問題。你边个监管？监管几多？有啲咩惩罚？如此类推，呢一啲先至系真正可以 attack 到佢，令到评判知道点解冲突有问题先噶，同埋点解
即係人哋甲方講咗話唔衝突，跟住乙方你就話衝突，跟住甲方又講翻唔衝突，咁一直落去其實根本冇一個推進。咁而其次就係喺醫療上面，咁個醫療個志向就係好我話我要構建一個虛擬實境出嚟，去俾嗰啲心理醫生去醫人。另一邊就會開始話5G，但係甲方咧就當然就話同佢講翻啦，話你5G做唔到我呢個程度喎。但係個問題係做唔到呢個程度，你其實你推進咗幾多去一個地步，你稱之為一個福咧？因為你而家講嘅係彌補缺陷，咁我哋而家出現一個咩嘅問題咧？你其實你呢一個位，其實我唔係好理解嘅係你對於福嘅定義究竟係開拓咗一個新嘅好 innovating 嘅發展空間啦，定係真係你想解決一啲嘅問題咧？咁而對於粵方嚟講，我覺得今日粵方嘅推論係真係不足嘅原因係好多時候。你跟人講完啊，要沉浸式噶啦，跟住啊就同大家講，你一定要發展到好盡嘅地步啊，等等。咁去到後場，甚至真係好多時候解釋就我講個台下發問啦，例如前面嘈完一輪啦，心理醫生即係心理醫生同5G嗰度嘈一輪，跟住嗰條台下發問又會直接掟翻5G嗰條嘅問題出嚟。再譬如在粵方都講過，在那個道德層面上面，就是會直接跳步跳咗後面話道德就會直接消失嘅呢件事。其實中間發生咗啲咩事呢？係其實好多時候就係你哋覺得冇監管，啲人就會亂嚟。咁中間好多步嘅推論，其實你補翻足佢，我先可以俾多啲內容分你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日雙方今日甲方就會，我覺得改進的地方就是要思考一下，其實你本身條主線，其實你想你背後的立場是什麼，你的觀點是什麼，想正立些什麼，不是因為其實有一個辯位，甚至講到今天對方只是講利弊，其實今天我聽雙方都好像大家一條利弊題，我甚至聽不出福同禍咁樣去咗邊度，係啲咩事啦，咁就會變咗純粹我講啲好處，你講啲壞處，跟住大家就我攞住呢一啲喺度打。咁至於粵方嘅話，我就會覺得你嗰啲哲學思維嘅邏輯推論要俾翻足我，因為如果唔係嘅話，我唔能夠你一話啊係咁，我就係咁，我就認同你個哲學幾分你噶嘛。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對於雙方今日嘅評價。唔該，朱先生，依家進入宣讀賽果嘅環節。依家由我宣佈賽果，首先係最佳辯論員嘅獎項。今日嘅最佳辩论员是甲方的义父邝晓莹同学。至于今日的赛果，甲方得票2，粤方得票1。换言之，今日胜出的学校是蓝田圣保禄中学，恭喜晒！今场比赛到此结束，多谢各位。